Welcome to our program, everyone. Let's take a look at what we're going to learn about today. 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什么字母。今天的话呢，最主要的是这个字母。这个的话呢是大写的 O。这个的话呢小写的 O。其实大写小写的 O 呢，其实两个长得非常非常像，只是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那 O 的话呢，要发什么音呢 ？O 是发这个短音，这个短。O 的音的话呢是 ah，OK， 来我们再听一遍 ah，OK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把这个音拉长一点，拉长一点，就不要变啊啊啊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念起来的话呢，有时候会跟别的字母会搞乱 ，OK。所以 O 的话呢是念 ah，OK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。好，第一个活动的话呢，就是要看这些图。那我们看看找出哪个哪个东西的话呢，是有这个 O 的声音，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，这个 R 的音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好，第一样东西的话呢是这个电子琴。电子琴的话呢是要怎么念？一个电子琴的话呢是念 keyboard。那这个 keyboard 它有没有这个 R 的声音？有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呢？答案是没有，没有，所以我们来打一个叉叉。那 keyboard 的话呢，要怎么拼 ？keyboard 的话呢是 k e y b o a r d keyboard。那它这个里面的话呢，是有个 o 在里面，只是这个 o 的话呢，不是在前面，而且也不是我们的短 o 的声音，也不是这个 r 的声音 ，OK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第二样东西是什么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盒子好了 ，OK。这个盒子的话呢是念 box。那一个 box 有没有这个 R 的声音？有没有这个 O 的声音在里面呢？短 O 的声音？答案是有。那我们来看看 box 的话呢怎么拼 ？box 的话呢是 B O X box。那这个 O 的确是念 R，OK。来，我们第三样东西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这只狗好了。一只狗的话呢是怎么念？这个的话呢是一个 dog。那这个 dog 有没有这个 r 的声音在里面？有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在里面呢？答案是有，所以打个勾勾。那 dog 怎么拼 ？dog 的话呢是 d o g dog。OK，All right。我们接下来呢，看看我们下一样东西是什么。我看这个好了，这个尺 ，OK， 一个尺的话呢是一个 ruler。那这个 ruler 有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在里面？答案是没有，所以我们打个叉叉 ，OK。ruler 的话呢是 r u l e r， 那里面的话呢的确是没有这个。R 的声音，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第五样东西了。第五样东西的话呢是这个 ，OK， 这个陶笛。那个陶笛的话呢是念 ocarina。那这个 ocarina 有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呢？答案是有，所以我们打一个勾勾。一个 ocarina 怎么拼？Ocarina 的话呢是 O C A R I N A Ocarina。 OK， 那我们看看我们最后一样东西是这个。OK， 这个的话呢是像个蝴蝶，只是也不是蝴蝶，我忘记中文叫什么了。只是英文的话呢，这个是叫一个 moth。那这个 moth 有没有这个 o 的声音呢？有没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在里面？答案是有，再打个勾勾。那一个 moth 怎么拼 ？moth 的话呢是 m o t h moth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页是什么。这边呢有三个图，那三个图里面的话呢，要找出来哪一个图是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，有这个 r 这个音。我们来看看 ，OK， 第一个的话呢是这个铃铛，这个铃铛的话呢是叫一个 bell，
bell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图，这个图的话呢是计程车，一个计程车的话呢是个 cab， cab。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个 frog， frog。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是哪个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？是这个 bell， bell， 还是这个 cab， cab， 还是这个 frog， frog？ 这三个东西里面呢，哪个是有这个短 o 的声音在里面？那答案是这个 frog。OK， 那 frog 的话呢，怎么拼 ？frog 的话呢是 f。R-O-G Frog， 那这个 O 呢是它的短 O 的声音。一个 Bell 的话呢是 B-E-L-L， 里面没有这个 O， 没有这个短 O。 那 Cab 的话呢是 C-A-B Cab， 也是没有这个短 O。 好，第二页呢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东西了。 OK，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要看的呢是这一只鱼，这条鱼。鱼的话呢是念 fish， fish。那这个呢是 six， six。啊，这个东西的话呢是个 hot dog， hot dog。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哪个是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？是这个 fish， fish。还是这个 six， six， 还是这个 hot dog， hot dog。 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有短 o 的呢只有这个热狗，这个 hot dog 有短 o。 hot dog 的话呢是 h o t， 然后呢在 d o g， 其实是两个字。 OK， 热狗 hot， 然后一个 dog。 OK， 那six 的话呢是 s i x， 是里面是没有这个 o 的声音在里面，没有这个短 o。 那 fish 的话呢是 f i s h， 也是没有这个短 o 在里面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下一页是什么。这一页呢也是有这些三个不同的图。我们第一个的话呢要看这块面包。 OK， 这个面包的话呢是念 bun， bun。 那这个袜子的话呢是 sock， sock。 那这个人呢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挖。 OK， 他在挖的话呢，挖的这个动作的话呢是 dig， dig， 他挖一个洞，所以在 dig。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哪个是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？是这个 bun， bun， 还是这个 sock， sock， 还是这个人 dig， dig？ 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三个图片里面只有这个 sock 有这个短 o 的声音。 OK， sock 的话呢是 s o c。K sock， 那个 bun 的话呢是 b u n bun。 那这个人呢，他做的动作，这个挖洞的这个动作的话呢，这是 d i g dig。 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最后一页这三个图是什么东西。我们第一个呢是这个 muffin。 OK， 这个这一种蛋糕的话是叫 muffin， muffin。 OK， 然后呢这个图的话呢，水坝，这是 Hoover 水坝，这个的话呢是一个 dam， dam。 然后这块石头的话呢是叫一个 rock， rock。 那这三样东西里面呢，哪个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，有这个 r 的音？是这个 muffin， muffin，还是这个水坝，这个 dam， dam， 还是这个 rock， rock？
那三样东西里面的话呢，只有一个有这个短 O 的声音，那就是这样东西，就是，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箭头拿掉，只有一样东西呢是有短 O 的声音，就是这个 rock OK， 那个 rock 的话呢怎么拼？ rock 的话呢是 R-O-C-K rock， 那你看它的确是有一个 O 在里面。OK， 那 muffin 的话呢是 M-U-F-F-I-N muffin。 OK， 那里面的话呢是没有这个 O 的声音，没有这个短 O。 那个 dam 的话呢D-A-M 也是没有这个短 O 在里面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的活动的话呢今天就到这样子了。 OK， 下一次再欢迎你们再来听或者来看我们的节目。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